Hello，可以听到吗？Surprise，听出我是谁了吗？我是米可。我知道今天是中国的情人节，所以想和你说一句七夕节快乐。这个节日是一定一定要开心幸福的度过。我希望你可以拥有完美的生活，而且。不只是今天，是每天都要开心幸福。不说了，好像我这边有事了，先不聊了，先挂电话喽，拜拜。